但你唔覺得近排睇住個電腦個 mon 嚇，每日都有啲新鮮事發生嘅？即係我覺得係即係過咗農曆七月之後，啲驚嚇事件而家先到。即係我唔知點解過咗鬼節，近排啲鬼嘅先嚟。係啊，又未到 Halloween 喎，唔知點解。嗱，琴日先至搞鬼啦。即係我從未見過一人有一個盤，即係嗰條血肉長城。我嗰時因為我睇個嗰個盤咧，我以為係阿巴菲特喺佢哋開咗户口啊，買中人壽。係嗰個盤就哇望下，哇好勁喎嚇！即係基本上一擺落嚟，即係買中人壽個盤啊，新鴻基投資一擺出嚟，講緊700多牌動出嚟，何其壯觀咧！真係。即係基本上，我第一件事真係要攞個 iPhone 影低佢咁樣，好似一個即係香港十大奇景之一嚟嘅。OK， 即係你可以被列入呢個即係歷史遺蹟入邊嘅啦。咁但係咁多個牌出嚟嘅時候，你真係唔知道，即係唔知道咩事噶嘛？喂，咁邊一個來頭咧？跟住市場全民四起啦，又話咩政府入市啦？但政府入市點會買中人壽咧？做乜事咧？揾中人壽嚟係咪？幫阿曾蔭權買保險咧？唔通即係驚佢近排即係出席啲公開活動嘅時候危險啊？你知道係咪？有人掟啲餅俾佢，驚掟親佢。OK， 咁啊，咁唔係買中人壽嚟做咩咧？咁例如頭先講啦，你又覺得係股神巴菲特買中人壽，又喺嗰度開話，有咩問我？咁你？呢個就合理少少啦，點解唔揾你？我都問點解唔揾我啦 ，OK？ 咁啊，跟住後屘就先知道原來落盤，因為點解個個其實都唔知咩來頭咧？我見到其實咧，嗰啲大行咧就想懟佢噶啦，即係Morgan Stanley 啊、高盛啊嗰啲都想懟下佢啊，試一下。但係開頭試嘅時候咧，就係幾萬咁試落去，好温柔咁嗨下佢。即好似見到隻老虎咁樣咧，即係驚佢咬佢咁樣，即係摸下佢。後屘摸下，原來隻貓仔嚟嘅。冇料到，一球一球咁掟佢。咁啊掟下佢先知道咩事喎，大佬啊！即係呢啲咩事件嚟咧？即係你話唔係好睇個月亮咩？應該咁啊係，即係都即係好少見到呢啲事情發生，因為通常你話錯盤嘅涉及嗰啲都可能都個額冇咁大。咁至少個額真係相當大，成8000万股咁。喂，你要知道其實唔係8000万股啊，佢收唔到牌嘅時候。如果有人有咁多貨隊佢啊，佢一坐20亿股噶，真係20亿股真係，我都唔知道點樣過中秋。我諗要揾社保基金先接得到。哇！真係嗱，你知唔知道我所知道啦，我傳聞啦，市場傳聞啦，就話琴日咧佢咁落錯盤啦，第一件事就我估應該用一啲直接落機，即係唔係 BSS 先，唔係你哋啲網上梗係係咁樣，應該就落嗰啲叫 MWS 機，咁應該照嘅咧佢就撳 2M。就應該唔小心撳錯咗 2B、2N 同 2B 你知幾大分別啦，200万股同20亿股係好大分別啦。咁落咗落去佢都未知道錯喎，咁、未知道錯嘅時候咧，仲要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慢慢 feel 下，咦點解食咗3000、4500、5000万股咧？即係你其實落 2B 人即係20亿股嘅時候咧，理論上應該響機啊嘛，應該響 alarm 噶啦，即係 well 咁俾你落噶啦嘛，咁你叫落咗落去啦，咁落完落去之後咧。咁啊，跟住佢又唔知道，即系又唔響阿啱，已經好神奇咯。即系收音機唔響阿啱，我已經覺得好神奇咯。咁跟住然後 feel 下咧，應該理論上就傳聞咧就分 office 唔響阿啱，就 bad office 響阿啱。點解咧？喂 ，settlement 會覺得問下，哇！我哋邊有咁多錢嚟交收啊，大佬？20亿钱嘅咯，琴日已經即刻抬錢嚟咯。啊，冇嘅咯，大佬仲要3:45點抬啊？係，你即時入票都死喎，隨時，除非你可以調動匯豐嗰邊即刻過錢過嚟你度，或者點都好啦。咁但冇理由夠咁大個客唔知啊。咁跟住先至響阿啱先發覺到原來嗱啲嘢。咁出事嘅時候咧，就叫佢喂，唔該你快手沽曬，唔理解呢個沽，因為冇咁多錢去做交收啊嘛。咁先至揭發事件啊，大佬。不過公司都即係承認咗係系統出錯啦。咁都系統出錯定人為出錯先嗱咯，定人個系統出咗錯先？我諗佢又唔會好詳細咁解釋噶，因為你好難即係始終驚影響我品牌啊。不過乜最衰咧？而家我哋又冇乜啲 friend 喺新鴻基嗰度咯。阿邊個又走埋？係嘛？啊嗰、那個嗰陣時阿邊個咧？啊死啦 ！Caster 係咯 ，Caster 走咗。哦，係咯。不過我諗，點即係？呢單嘢都反映咗係個系統上有點有啲問題，因為你通常即係俾一部機咧會有個限額嘅，咁居然即係都成十分鐘啊，睇咗好耐，成十分鐘個掛牌都仲喺度。咁如果你話即係今次事件之後咧，我諗佢哋 IT 部門有排忙，係喺設定啲即係 alarm 又好，或者係喺個限額個設計嗰度咧，都會再做幾多功夫。係啦，咁啊。